大家好，我是 Ken。 我曾经在迪士尼乐园担任乐师，我知道怎么样演奏出令人开心的音乐。我大学的主修是录音工程，我知道怎么样记录保存最美好的声音。我的专长是即兴钢琴，我知道怎么样不需要靠乐谱就可以演奏出自己的情绪。我的工作是影视配乐，我知道怎么样用我的键盘弹奏出我自己的情绪。平常我的上课非常的自由，在我教你拉小提琴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架一支麦克风告诉你说，我们来听听自己演奏出来的声音吧。我们如何用专业的器材、专业的录音技术去听自己的演奏，或者是我在教你弹钢琴的时候，我也会拿我的小提琴出来跟你一起合奏，让你知道乐器怎么样跟别人去合作，乐器怎么样去交朋友。我也把我在影视配乐里面的领悟跟心得放在我的音乐当中，例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弹奏一个不同情绪的小提琴变奏曲，如何让小提琴变奏曲听起来很开心，听起来很难过，听起来很浪漫。我可以教你乡村小提琴，我可以教你钢琴即兴，我也可以教你影视配乐。不过我更想说，我是一个音乐老师，我想教你如何用音乐过生活，让音乐在你的生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我是 Kent， 我在蹦蹦有点。